接着来看山海气象，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21度，高温29度；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31度；屏东的三丁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7度，在乌台最高温32度；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1度，在桃园高温是31度；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7度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9度，在仁爱最高温26度；台中的和平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6度；而苗栗的南庄湿潭泰安温度落在17度到25度之间；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2度，在尖石最高温25度；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温度落在16度到25度之间；而宜兰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6度；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温度落在23度到27度之间；而秀林万荣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7度；寿丰丰滨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7度；凤林光复瑞穗温度落在21度到28度之间；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10度，在卓溪最高温29度；而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温度落在22度到29度之间；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7度；鹿野台东市卑南温度落在20度到28度之间；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落在28度；而赖米地区温度落在23度到28度之间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6度。